来吧，放马过来。咱们的休闲嗜好啊，睡觉。做过最喜欢的事情，超多，100件笨蛋事里面，粉砖都有。例如说边喝饮料，然后吸管就插进鼻孔了，放错洞啊，就放应该要放嘴巴的洞，放到鼻孔的洞。最欣赏的球员，王胜伟，他很好笑，他觉得很可怜呢，因为他很幽默，其实然后他其实很认真，他又是一个好爸爸。有看过他带两个女儿，然后那两个女儿超可爱的。五官哦。眼睛吧，但是随着年纪增长，就细纹越来越多，它好像名次有下降的趋势。在路上被有真的有，我就反问他说：“你真的是陈婷妮粉丝吗？”我跟陈婷妮身高差那么多，然后他很可爱，他就反问我说：“是哦，你不是陈婷妮，那你是谁？”我就觉得很好笑，我就说，你好，我是中信兄弟的啦啦队，欢迎有空可以来球场看球、哦。我真的认真这样跟他回答。会想当演员吗？都可以，一切随缘。想当什么？我超爱演哭，我真的很爱，就是有那种情绪反差很大。我演过一个广告，是演自杀的女生，然后被救醒之后捶打医护人员，为什么要把我救醒？然后我就觉得演得好痛快哦，这样。怪癖哦，我很喜欢拔毛，就是一种强迫症。我很喜欢就是拔手毛，然后想事情都开始拔手毛。喜欢喝什么饮料？奶茶。最喜欢听的音乐是什么？最近很喜欢听，I miss you so bad， 是谁的、啊？你点头，但我想不起来，一男一女，突然忘记名字。好听，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说好的那天何时能再见？飘着樱花雪，不是快问快答吗？最后一题，说菜用最难吃。葱、香菜、青椒。小意思。